打卡牌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正在呢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的伤心衬透你的伤心，尴尬身份给你。全军出击，同时做失恋者也好，我与你都总算好的。莉莉亚打野。你的开心我们这边螳螂打野、哦、其实我原本想玩皇子的，看着打野选这个 AD 了。先 Q 消耗一下，好，可以走了。这丢我就不要吃兵了。整个被动再跟他打，这两刀漏的有点蛋疼，直接推进去好了。这个线而且再推进去，他这兵线也不好补的。我怎么感觉耗他半天不掉血的？算了，不耗他了，补刀。这个英雄到6级稳杀的。打的远程前期不好单吃，打近战反而比较好单吃一点。两级 Q 这个伤害就比较理想一点了，给他推线。药都没掉呢。把线放回来更好一点。这样的话打野可以抓，不然前期光靠我们的伤害不够。但有一点不好，就是你把线放回来，它就可以消耗你了。我没学 W， 不好补这个刀啊。他死了，我还有个饼干在，他打不过我们。无效法球。哎呀，哎，我这个兵有点亏。本来怎么学的两级 E 啊，学个 W 感觉他死了。感觉这莉莉亚要来了。
跟他耗，没关系，我倒流他绝对死了。先擦个眼，不让他走。没有蓝在，跟他拖，跟他拖。他好像会算经验的这个，他知道我要到六了，看他会算经验的，可以。他也到六级了，他待会可能要飞出来，准备开大溜了。这个线肯定是要推进去的。赚一点点这个阴线的金，这卡牌没闪，回家买过装备出来直接秒他了。等点蓝好，直接大，直接秒。这蛇人打这脆皮的话，你带个电刑，只要六级有个点蓝，直接满血秒掉。给队友发一下，这卡牌 miss 了。哎，还有十秒可以活，他马上要死了。准备杀了本期，最好求稳的话可以先 Q 他一下，对，先 Q 他一下，这个要加个速先 Q 一下。他这炮子肯定得吃的，不要嘛。哇，好能忍啊这卡牌。越塔杀的话还是先耗一下血，不然他黄牌定住的话，配合这塔还是有杀我们的风险的。够了，还有表不开，这个点都没13分钟，你让他怎么开这个表呢？看一下这个说明书，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不开这个表。你又吃又不吃掉，哦，吃掉了。这干嘛，兄弟？差点死了，还可以，这波打闪。他移速没有我们快，我们有嗑药，有加速的。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直接一闪 Q 一下，这下来的好快啊！没血了，没血，能杀吗？给我加，给我加！哇，好奶！我大把的好了，可以打，来准备。哎呀，我就差一秒，可惜了，我就差一秒大好了，就那一秒，我刚才可以回头换一个。大不出来了，刚好大好人死了，买个推推棒。
早点闪杀不了，一定要等他走那个角落，我们接近他，知道吧？这样的话一闪拍到才能 Q， 你早闪的话吃他黄牌直接他就走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一定要得拉近一下距离再一闪拍到他，大力震撼接 Q。螳螂去打先锋，他死了，就这么简单粗暴，中单失误了。他好想杀我呀，这卡牌跟螳螂闪现同步的可以再抓一次啊，不是再抓一次，再杀一次，直接嗑药上线了，加个速，快点去打邪门，把塔皮吃了，大马上好了，他无处可逃，切牌快点，哎呀没死，无所谓了，哎呀装了，这不为什么要回头的，我以为这个药水的伤害把他烧死了，他的表刚刚好的，这不耍帅没耍起来，快来快来快来中路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快来快来快来，哎，有，没有了，最后一秒没了，吃个果子我再去杀一下他，没果子了，我升一级吧，升一级我就有蓝了，稳一点，来本书，帮我搞个蓝好吧，兄弟。
再帮我 Q 两下 ，Q 一下就好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传说中的下一个蓝吗？给我这个蓝，我冷血早点好，他死了，真的。我们自己买一个吧，买一个这个，钱差一点点。我想来一个遗失的章节，加蓝加冷却。这药可以再留一下，这药的话待会有这个加速用的，1300。买水银血，我已经是全速前，可以过来杀下来，来来。没走远，我就把狼给拿，两个闪现，我这波闪二他都反应过来了。买个三速血可白子贪了，直接买个水银血啊！对面控 AP 这么多，给我拿个蓝大好。给大家先退一下，对面控太多了，真的。好，移速好快啊！我都感觉我怎么可能能走得掉呢？这大感觉飞行弹道速度有点慢。你们觉得能走掉吧？很离谱，这个移速直接走掉了。我是往他人身上大的。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走不掉的。
赶紧来个炉灯，把这个冷却给它堆起来。五十秒一个大还可以，每波团都有大招。待会拿个风龙魂，我这个十六级三级二的话，一波团可以开两个。差点伤害，准一些。感觉要二他们这个泽拉斯，拿过了。差点点伤害，我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哪里跑？在跑啊！头都给你打歪了，这不，我回家来个帽子，我看你们怎么活。我的招人数叠起来了。我们这个高法强来个帽子，收益待会巨高，一个二一千血，待遇要好。所以我要死，这莉莉亚没出现，完了，这个东西是不是有 bug？ 加了反而伤害会降低啊，应该让他敲帽子的。我记得这个敲这个炉灯回声好像没有用，这 bug 也没有修复啊。他应该等我帽子再敲的。哇，这个敲了之后有伤害反而变少了，我跟你们讲，这 bug 好久一直没修复啊。我要卖了永恩能再敲一次吗？嘿嘿，这人不上当了啊！已经是全速前进了。奥恩，奥恩，奥恩，我说奥恩，你们懂我意思就好了。到，你这装备卖了，他们能再敲一次啊？你是猎人，也是猎物。
完了，大亏，后面两个没跟上了，这波奥文有点上头。哎呀，还差是300多买帽子呀，很烦。我的身，谁能多么我黑的眸光，差点钱差点钱，我去杀个莉莉亚好了。撞死他！这不有帽子就够了，他血量有点高啊，大面具，巨人腰带。还有水银鞋，不然随便秒的。三水了，这个奥恩爽死了。你看，这不买三水鞋他就活下来了。真的爱你，大龙啊大龙啊，大龙不整一个吗？待会直接1000法枪了。妈的，打野不打龙，中单这么想打龙也是奇了个怪了啊。头一次见到比中单比打野还要想打龙的，见鬼了。直接来再来个法团半，不要巫妖，伤害已经够了，要穿透才打人更痛。巫妖只有单点伤害，我们全是 AOE 伤害，巫妖收益太低了。这地方打断，直接大吧。原来我这一生不给风中爱自由。
还差一个，关龙下播，好吧，快乐的时间总是那么的短暂，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。